我看一下画质，你有看不到眼睛？这是一个按一下，等一下，主控是 OK 的。现在到开始不要再动了，再动了真的看不下去了。拍一下，好壮观哦！一二，对，这次很神奇耶。哦，上次很乱，但是这次对。上次人多不行。真的。等我一下吧，我拍一下群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哎、欸，我。开始啊，各位。为什么按刹车？等下我看有人撞墙，好笑。等一下。开始喽。谢谢。好笑。什么画面呢、啊？等下有人直接左转跑去哪？反正跟好安野就对了。跟好安野，安野，安野超猛，我都乱开了。安野上次第一耶，我中间放水。对啊。上次听要突然撞我啦我上次直接被撞飞。加第一名是江安格耶。他撞的是我。我看到有人卡图了。对，我看到有人好像起飞那样。叶子吧。第一名是安爷，第二名是雅典娜，雅典娜，第三名是猫咪，猫咪跟瑞秋并排哦。并排很容易出事哦，小心一点。并排很容易出事，你们快要到隧道了。你不要撞我。没有，这个撞不到啊。哇，还有绿色招牌。我快要到隧道了，太棒了。我觉得那个隧道有点恐怖。哪一次不恐怖啊？对，那个隧道都是那个让所有人打牌的那个洗牌的那瞬间。对，洗牌的瞬间就在隧道里面，扑秒，而且最惨就第一名。对，然后每次都被撞。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目前加油加油！哥哦，酱油加油！哦，好乱哦，看不到东西耶。酱哥加油加油！然后接下来怎么走？不走吗？第一名还是酱哥哦、啊？是不是要上桥啊？第二名是雅典娜，第三名是猫咪。糟糕，猫咪紧追在后，快没油了。哎，对，快没油了，好笑。那等下中间没人，猫咪超越了。猫咪小心一点，扑秒在追你啊！快点，猫咪表示我刚才忘了加油。等下在路上没一个尴尬。我直接让出第一名。一下，等一下是坐上去，是啊。对，他坐跟刚刚一样的。对、欸，有路线图。加油加油！现在第一名是安爷，第二名是猫咪。武生在后面追猫咪。扑秒！猫、欸、咪，你屁股。要那个、哦、你的屁股有点危险，那个屁股有点危险。猫咪，你不要被超越了，猫咪，猫咪还已经撞到你了啦！哎，是超越了吗？然后再来是怎样？左转哦。对，左转都是左转。哦。哎，怎么可以提醒呢？不是这样的吗？这个不是我说的哦，这个不是我说的哦。快点，猫咪，快点，猫咪，快点！闭嘴啊！他很紧张，紧张哦！不要！然后呢？然后去哪里？到我家。啊！安爷走错了，安爷走错路了，安爷走错路了。让！猫咪第一名哎呀！让！睡哦！第二名是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。哇！
哇哇那天你是啥回呀、啊、收起来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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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好了，哎、欸，不要说，谁说的？还没拍完。哦，真的吗？那我再骑一次。好啊，好啊。骑上来冲杀气。哎、欸，不要挡，不要汪汪城，你快一点，我要看一下。我等青哥的圈。直接弹飞了。好，精灵宝座被谋杀。1、2、3。所以不秒两个第二，两张月卡不秒。哇！哇，厉害哦。OK， 等我拖一下去。根本看不到我在哪里啊！魔王城被挡住了。哦，等下迷宫，太好笑了吧。OK OK。魔王城看起来超不爽、欸，没关系，我知道魔王城跑酷一等。给他是迷宫吧。人都到了吗？人都到了没？大家到这边。迷宫，我要再看一下那个什么。到了下迷宫，我先讲解一下。我先讲解一下那个迷宫的那个规则。各位各位，要猜、哦，先让妹子讲一下。没有。第一个门。第一个门不用密码，我先讲哦。这个迷宫有很多门，然后只有一扇门里面是通往第二层的。你们要猜密码，密码都是一二三。一二三四。等一下才开始啊！又说猜密码，然后也讲密码的。没有啊，就是有很多门啊。我没有讲你们要猜密码。我们要去找到那个很多门里面的。通往第二层的门。我、哦、天哪！在陆羽风铃九号、十号啊，子瑶，为什么你每次好像都像每一次都？你们在干嘛？一二三四啊！你们听啥响？子瑶走错，子瑶走到子瑶去隔壁棚了。好笑。我打字好了。你们应该会比较清楚。你们耳朵在哪里呀、啊？哎我好像发现一件事，每次竞赛好像都有牌。这样还有谁不清楚的？应该大家都懂了。好，我再讲解一次。里面就是迷宫，然后有很多，就是每个门里面，每个门的密码都是一二三四，然后你们要去找哪一个门是通往第二层。然后8:50开始。好，开始。8:50啦。五十分啦、啊。因为安哥在吹，安哥在吹电风扇，所以才会冷。你会冷的，我好热哦。你怎么会觉得现在好冷？热哦，流汗。
我好想吹冷气哦。笑死。8:49，等下大家准备冲起来。不要再吹了，有点冷。真的吗？我要吹到你损血。已经损了，但是我还是用补血。8:50了，各位。为什么你们会觉得冷的？没有吹，我在吹着，然后觉得冷，22度啊，我那个两针。老安没有，因为安哥吹电风扇吹才会冷吧？但是我没有吹到，但是我，因为你站在前面啊，我靠近你一下。OK， 各位开始。十。可以进去了。耶、yeah, ！谢谢开门。等一下，我知道这画面。不然什么地方？那我已经跑困了。这好，等一下。冷气太凉。哦哦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不然两道门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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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跟那个哦啊，不能拿跑道，对，下去之后要上去了 ，nice， 这怎么上去了？有啊，有一个窗户可以进去，最强直接跳进去啊！哦哦哦哦哦，哦，很酷哦！哎、欸，是这样，大家都看不到，他是看不到那个吗？对，修仙是机密。哇塞，太厉害了吧！中间没有地板来靠腰。哎哎哎，先跳去。等一下啦。自由，自由。这个我要跳过了，我这个你们一定可以跳过。跳过头。啊！手很残哎、欸。不行了，给我 keyboard， 给我键盘跟滑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你要跳直接跳进去就好了。哎哎，谁关门啊？姐，手好惨哦。猫咪哦。怎么啊？我变贱。叫我又都手残了又，加油加油加油！猫咪也太好笑了哇，我觉得去还没到已经摔死了吧。啊，忘记跳了，别跳下去了。现在是那个迷宫的第二层。有人跳过去吗？没有。跑酷最强了，跑酷超过。哦哟！大家要小心那个中间的圆柱那边，有空隙哦。哎、欸，怎么有的？打爆会掉到第一层，摔下去啊！就怕有人就等下掉下去。对，等下你们就会回到第一。掉过头了。哎、欸，这个真的有难度哎、欸，这比上次好像还要难。没有，没有，我觉得还好，上次还简单，好不好？但是我上次有那个，啊，跳过去了。猫咪每次都卡在那。对呀、啊，这一个跟我有仇、啊。
哎、欸，江哥，喂，江哥这个聪明、欸，谁放这个？笑什么？我哭啊，哭啊，哭啊什么？没事。站不站？到了，我掉下去，我掉下去了。我怎么没事？我就掉下去了。哎、欸，不要放弹药箱了，谁放？安爷放的。哎、欸，他刚刚放弹药箱都直接过去的、欸。那个是助跑用的，好吗？哎、欸，这个有门挡和挡。现在，安爷在那个，他在算距离。在不在算距离？厉害哦。那个强人有强人的玩法，可是你知道那个墙壁那个吊饰也是可以坐的，也是可以站的吗？这个绿色的，对，绿色的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跳，也是可以的。你竟然不相信我？怎么会这样？第二名是猫咪，下去人吧。我现在追上安爷。我手流汗的干玩这个真的会流汗。来，猫咪，快点过来。要么紧张，要么有好多汗。有好多汗。我看到猫咪在紧张。有好多汗。然后安爷在挑衅。安爷，你用太，我帮你放弹药箱。放好，放好。超级跳广，超级跳广，超快的，超快的，超级跳广，哎，上去了，上去了，哎，哎，好幸福，好幸福，安爷，晚上都要笑，好幸福，现在安爷在上面看你们跳，哎，我等你们上来，那你们慢慢来。加第二名是谁呢？是我们的猫咪。猫咪现在要追上安爷的脚步。哎呦，这太恐怖了！快，我等你们。我等你们，我等你们。我做个仰卧起坐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大家都卡在第一层是什么？是都直接跳，我超级恨的，你给我一个键盘，我一跳得过去。哎、欸，跳过头。还是哎、欸，还是我再加一下。现在已经过去，过去十分钟。你直接给我一个流涕，然后直接走过去。不可能。我发现是这边比较多。哦、跳不够，还是跳柱子跳难才对啊嘛。等一下，我跟彩蛋掉下去，等一下。我们没有跳掉。雅典娜先不要跳，我等一下。叫你不要跳，然后也还要跳。瑞秀直接过去耶。哎，有了。哎呦，厉害哦！哎，干，他 gank 我，我按跳没有跳。现在第二名是瑞秋，危险！等一下，都卡在那边了。好难哦！对啊，为什么？这个简单多了。有人拿跑道跳啊！哇塞，有人翻滚跳，也太猛！喂，这超容易摔下来。哪会？哎、啊，我上去了，德叔。我们这样、啊。你刚刚又起来了。为什么瑞秋刚刚一直卡在那边第二两次了？哎、欸，你要到第二层了，第三层了。哦、啊，他终于找到。要找好到江哥恩爷，没关系，超越他，超越恩爷、哦。我可以让贤，我是来拍照的。我是来拍照。恩爷没有跳到。哇，重新开始。好累哦，好累哦。
干了。猫咪，猫咪，你给气死了吗？这个门怎么了？哎，不是第三层，第三层简单的。证据放反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简单的？因为第三层我一次就过了。第三层都是后，都是那个两个的那个啦。哦，我不记呀。两个地方。等一下，这样我拿走。这应该是这边。哎呦，你上来了。等一下，瑞秋是第一名。厉害哦！不要等一下又滑下去。瑞秋不是一啊，一跳过龙。哎呦！你看，这个很简单。那个门有 bug 了。哦，我差点按到。好、哦。哦，上去了，上去了。第一名要出炉了。让你，第一名要出炉了。喂喂喂！上楼。楼上楼来，哈，果然跑酷还是我强项。来来来，下一名是谁？我最爱跑酷了。哎呦，优子，优子，第一名出炉。看一下第二名，第二名是谁？我在上面等你们哈。第二名是谁？介绍给你们看。我要 TP 指定的。原来是有两个。哎、欸，瑞秋，你要准备你的武器，就是那个最低、啊、最便宜的武器破腹甲，因为这个好、哦、另外出了是，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？哦，对哦，对哦。安志成，加油！还剩两个呢。六六，可以。哎，本来好，猫咪过了没啊？你他妈有他妈也过了没啊？还被给闭嘴了！哎呀，我好像到那一段很扯哦。其实是掉下去，但是还是掉下来了。叶子，你还在下面哦？为什么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还有人开车。我才放车开车。开车不太对吧？因为他刚刚第二，他刚刚真的有过了，只是说哎掉下去了、欸。有毒啊？为什么？我用电脑来跑跑看。他妈电脑一定容易。电脑跑比较好。电脑一定容易一点的、啊。哎、欸，安哥，安哥在那边。我还在录。我在看他们跳。这可以录影吗？这好像不行。没有，我在录。我用手机录影哎。啊，真的吗？哎、欸，真的啊！但没跳过去，还是我是刚刚才录影的，突然想到，而且他掉下去了，哎、欸，现在都没有过，掉下去。猫咪终于跳过去了，等下又掉下去。大家要有慢心，要有耐心，有办法慢跳。不能太贵，不能太后面。哎、欸，他妈在讲风凉话，一定很那边。他在保持。好了，我现在加他那个，再加，可以让你们跳好了。哎呀！哦。哎呀！偷吃兔塞进去喽。哎、欸，什么？原本想要飞过去的。哎呦！上来喽！然后要跳下去了，跳下去！真是无语，好难哦。哎、欸，猫咪怎么又回来了？接下来换，他闭嘴啦！过了，可以跳绿色的。哇，跳翻过去耶，好厉害！这个，啊，怎么了？雅典娜跳过去。哇，厉害！跳过头了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你一直都在同一地方跳下去。我手好多汗。啊，有点那也跳下去。那边很高，看一下。你们跳到前面了。哭哦！继续看，哎、欸，没有人过。
哎，猫咪没有。好，我放弃。猫咪，你回来了，慢慢来。放弃。好了，我会不会？你刚跳太快了啦！我正要加那边的车。我会不会再跳？再跳一次就放弃了，一样可以过。再跳一次，你再跳一次，你一定可以。我这个不行，不要用我跳，我好酷了。我已经有在加花架了，好不好？好歹给我。给一个垫，还有最后一个，真的，他到最后一个要跳过，而且这个超简单，直接掉下去。看到我跟笑死，崩溃了，我疯了，我没有按到跳，加很多花架嘞，谁在追风海鸥啦？来。还帮我补血是怎样？啊耶！为什么这个框下这里？一二三四，哎呦，哎呦，一二三四，那面一二三四，往这边，这边，往这边，往这边，这里，这里，往这边，这边，对，追风海鸥这里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接掉了，五秒，五秒可以耶。你看，哦，那然后后面要跟着跳下去，后退就好了。好，不能急。你加的这个东西没用了，跳到那个缝隙。哈哈是我自杀了啦！别自杀了，这救不到。哎、欸，这个还有缝隙哦。当然啊。被黑的是怎样？哎、欸，我觉得这比上次的还要简单呢、欸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上次很困难。掉下来哟、哦、！Oh my god！ 我还加了很多花架。我要回来再跳一次。有小兔子。我来试试看能不能挑战。哦，最外面那个。可以，我来挑战能不能最后就是还可以，可以就是倒追一下，感觉好像你在挑衅我们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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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开另外一边的门？现在没有人。哎、欸，我发现第二层好像比较难。会吗？不是，我加很多厚地板，是前第二个。哎、欸，你跳过头了，还是你没有加下去？跳过头了。我后面加了两层地板、欸，哎，是厚的。你知道前两个是单一地板而已。安哥，你在闹？他在看你们。哈哈哈！好好笑。哎呦哎呦！你看，哎，我没有跳。可以啦，这个地板。不是吧，各位？装什么弹药箱？闭嘴啦！什么弹药箱？哦哟！哈哈哎，我都好，我跳完第二层，等一下，我跳完第二层。雅典娜快要通过第二层了，雅典娜，雅典娜通过第二层了，太强了吧！哎，对啊，雅典娜不出声了，嗯，他本来就说话了。他本来就没什么讲话，他本来就不讲话，都自导自演。等下，忘了你的车了。
看看猫咪。接下来我拿手，等等我一下，我快到了，我上去教你。哦，奶妹来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掉下去了，对啊，掉下去。Fuck this shit, I'm off. 不是，他就差一步了，他就差一步，他就掉下去。Fuck this shit, I'm off. 猫咪已经开始骂脏话。对。他最不喜欢的迷宫游戏。我觉得迷宫讨厌，但是迷那是跑酷蛮好玩。啊，对，跑酷会要主要是看你们算的距离啦。嗯，真的。我在玩下去我 send 值都会归零了，所以我喂喂喂喂，回溯是怎样？我跳过去然后回溯回来，然后又跳了一次，笑烂。我 send 值，好啦，第二名我说十万金条，这样比较吸引力吗？我觉得这不是第，我觉得这个不一般。管你十万金条是十万台币还是十万美币了，那每个人跳不过去，太贵了。那我再加一下，看一下你们最难的。哎呀哎呀！那你们最难的还是花架这边？为什么？哎，为什么我跳啊？可是没有跳过去啊。有人到第二层了没？一二嘛，六六。那再掉下去。猫咪过了没啊？不玩了，你明明就是对，你就是龙的，是不是？真直接放弃。爽了。我说雅典娜要重跑。因为他刚刚掉下去了，哎、欸，猫咪真的不玩了，不玩，抱歉，对不起，抱歉。耶、yeah, ，第二名应该是六六了。扑秒在哪里？哎呀，他刚讲完掉下去了，感，气死了，大家开始骂脏话。那样扑秒在哪里？你妈！你给一个键，你他妈不给一个键盘跟那个，我还是给我跳不过去。哎，怀素。好了，我也来叫一下。猫咪，不是猫咪，酱哥那个回溯真的是很烦哎、欸。对。就跳过去，然后给你回溯。回溯回起来。哎、欸！快疯了，快疯了！还是你们试试看第一视角啊？第一视角？嗯。可以切吗？可以啊。哎、欸，我记得这可以吧？我记得不行。只有骑车，只有骑车可以。骑、啊、车。我也记得。所以你要我骑车骑过去，那就障碍物就是。啊！掉去了。哎，看我按了跳。有回溯的啦。然后大家认真到后面，大家就开始真的会，对，大家会不想玩，就是开始脑筋乱。哎、欸，好啦，我改一下那边你们最惨，你们最惨，有红的，好笑，真假的，赚了啊。
不理他了，就是气飞飞。我掉烂。有了，我加地板了，我加地板了，但你们更好跳了。我后面不玩了，我已经放弃。巨人，我是红人巨人。他说拎北就是要跳过，好笑，笑烂。丰田在哪？哎、欸，丰田上去了是不是？他骑花车。终点，终点、欸，你上去了吗？普信女中二在哪里？听女中二，你打得过？你觉得打不赢呢、啊？我回去跳好了，我回去跳我那个。五秒跳了、欸，耶、欸！我上来了，队友。五秒是第二名，第二名要坐左边哦。好、啊，对对对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哈哈哈哈！哈哈，第一名的是我，第二、第三名的是我的。哎、欸，不是，第二名一直都是五秒、欸。安野，你过了没啊？我坐中间还是坐正中间，对不对？我抢瑞秋的位置。没有啊，正中间是第一名。地球第一名，我抢正中间的位置。行，你不在位置上啊？哦，不这样。我要尝试。在下，我等你。好，等一下，对不起。万年老二。谁过了啊？大风吹，别笑了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是那个笑声，那个猥亵男，猥亵的笑声。动作有点猥亵哦。天哪！我想猜、欸，不要猜吗？我现在要见老弟了。我还是想坐第一个位置。再下去，哎、欸，我好不容易要过了，是我邀红人上来玩。哦直接爬上去，笑死！普信女中二是怎样啊？我直接建一个楼梯。哎哎，看来，哦，我真的是楼梯可以登顶，就是。看哪个赢的了？现在普信女，落雨哥，落雨哥，他来晚吧。你有没有叫他拖啊？哎、欸，记得叫他拖先才打。你又打不赢他，他凭什么拖啊？然后打不打得赢？有人上了，有人上啊！快抢位置！我要第一个宝座。打不打得赢，我也叫他拖的。安德来抢我的。喂。奈妹第四名。耶、yeah. yeah. ！不是，这椅子真的很好笑，这椅子真的很好笑。Yeah. 你们怎么都上来了？这椅子很漂亮，拍照拍照。哎，这第一是谁？喂喂喂喂，沃森！你要洗车？这个跟这个跟这个跟摩托车没有关系的。都是科长哎。哭啊！这奖励就是摩托车。有了，崩溃了。哎、欸，我原本想说。我原本想说再建高一点，因为这边还能再建，现在才十层，还有穿建十层。可以笑，现在结，现在营地活动结束。是梦
好尴尬，我先把座椅收回来，我已经拍完照。然后帮我把你们的车，我的宝座，我要拍那个，我要拍你们大家坐在一起的照片。我想第一个位置。怎样啊？对面都有了，没人坐对面。好笑。我先下了。哎、欸，那个，啊，坐在我头上了，这样子，我也害羞、哦。可以，可以一起坐，一起坐。是背后林的意思吗？哎、欸，离西你家啊？离西你不是很喜欢跟别人打架？哦、我还是坐在妹子旁边啊。哎、啊，好，我要拍照了。嗯，拍吧。扑秒坐下来啦！扑秒坐下来，扑秒，扑秒，不要坐不下来，裤子露出来了。可以坐啦，你坐啦。安哥，为什么都看那种奇怪的地方啊？我只是，你知道的。哎、欸，我真的有，我真的想要。po 那个社团呢、欸？po、oh、啊，我有录影哦。po， 我也有录影。把他字都没有看出来。你的有音，你的应该没有讲话。哎、欸，李希会去耶。最喜欢看那种血流成河的画面。应该不会，应该。哎、欸，我 po 我，因为我哎、欸，江哥，阿爷，你有 po， 你有那个第一次就是哎。欸这是上一次的那个影帝活动的照片吗？我有影片，但我没有上。我会再没有影片。对，好。啊、上一次那我就上一次第三届是直播啊，第二届有录影，第一届没有。那我就到那个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啊。我就是等人会在社团讲那个 YouTube 的那个搜寻。搜寻什么？爱将门阿爷吗？是吗？我忘记你的那个 ID 了。对，没事。那我剪好影片之后再给你。哎、欸，有别的人来的、啊？对啊。这是谁啊？恭喜发财。